叫我呆呆哦，很高兴可以这次可以参加微软的 Office Lady 选拔，请大家投我一票哦。我之前有参加校园美女选拔，然后那个实习生看到上面有一些比我在努力的资料，他就私讯我，然后推荐我说要参加这个选拔。开始就连我的阿姨、妈妈、妈妈的同事，连姑婆都帮我。